我去。赵律师，顾总，顾太太在吗？在。顾太太，赵律师，那天你们走后，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顾董的那份遗嘱，没想到发现了问题。赵律师，东西都在里面了。我走之前，谁都不能打开。顾董当时给我那份遗嘱的时候，袋子的密封绳是有些发黄的，而现在的这一份，密封绳却是新的。我当时没反应过来，现在我是越想越蹊跷，我怀疑遗嘱被调包了。能干出这种事儿的，一定是苏娟。但这些都只是推测，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篡改过遗嘱，而且我爸留的线索也断了。赵律师，顾南生前的保险箱和文件不都一直是你在打理吗？不完全是，我只是负责打理他的艺术品和收藏品。那有一个编号0407的保险箱，你有印象吗？顾董生前最后一次存东西用的就是那个保险箱，他存了一幅画。画？